吴克群相隔七年接拍偶像剧《百年好合》，今日与同剧演员凤小岳、李佳颖及鬼鬼一同出席开镜仪式。虽然在戏中饰演厨师，不过据说吴克群在第一集就有脱戏，莫非是不想浪费自己的好身材？我还好，其实我觉得像小岳的话，大家可以复习一下《Manga》里面，他身材不错。对，然后我自己的话，大家可以复习一下《没关系》MV， 可以。没关系。我们的编剧一直在我们对戏的时候，不断的在为我们修改一些剧本，所以后面还会有我们两个就是强强相对的，对，两个互对抗的一些戏嘛。而且我觉得看到越后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蛮刺激的。吴克群澄清脱戏纯属剧本需求，不过对于日前有网友将香港电影中的画面误指为自己的性爱影片，就显得很不以为然。没有看那个光碟，我也觉得你有看哦，我后来有看了。你看了？那是你吗？你有去干嘛？哦，好险不是我。边做些什么事吗？没有。我只能说，不是，假如我要自己拍的话，会拍长一点。对，那个有点太短了。借机否认乌龙传闻，再度跨足偶像剧的吴克群也期盼能有突破以往的表现。